备，三号大热三倍。我哋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嘅马中间位置心花怒放内栏加州金转第三位咧有金鹿啊，再见到中档嘅笑眼光出边咧，仲见到嘅马匹有黄衫咧，就系竞走王啦。跟住佢后边另一只黄衫蓝帽嘅马咧就紫电明珠啦。内栏摄咗上去咧有自然望家嚟噶，再有多少家家欢笑啦。咁中档位置蓝白格仔衫咧就赤壁武士啊，尾四精英烈马，尾三落家将，尾二咧就威翔，暂时包尾咧就爱环皮嚟噶。好啦，转弯中间啦，心花怒放放咗出嚟就拖啦，跟住第二位。二搭咧有竞走王啊，第三位埋边咧就自然王家啦，外边第三搭啊，咁啊有呢只紫电明珠都上啦，跟住后边有金鹿咧，大约第五位噶，再后边白鼻梁嗰只咧，仲见到马匹有呢只笑眼光啦，内栏加州金钻啦，揈出去追啦，有赤壁武士同埋骆家将噶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见到外边金鹿啊，已经系追咗上嚟噶啦。埋边位置劲走王就一路挨紧，再见到入边咧仲有自然王家啦，中档位置就系紫电明珠啦，后多少仲有加州金钻笑眼光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金鹿已经抛离咗两个身位，劲走王响第二位，第三位仲有呢只紫电明珠接近终点，金鹿收晒疆赢啊！劲走王第二，紫电明珠第三，第四系自然王家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金鹿一骤功成，等落班，咁啊都等咗呢场赛事好耐啦。一路跟住第五六位左右直路透出抛离对手爷马，竞走王二搭一路就跟返嚟跑第二，紫电明珠第三，自然王家第四，都係赢得几轻松啊。赢出今早赛事呢就係、降班落嚟跑嘅金鹿，跑第二名呢就係、二号嘅竞走王，第三名呢都仲未到心花怒放，或者係十二号嘅紫电明珠，至于第四名呢就係、九号自然王家。睇返今场啦，一号嘅金鹿 3.9 倍嘅独赢，一搭二嘅连赢位19倍。呢啲都一定有一定赔率嘅、因为啲马咁 easy， 你睇佢返嚟都唔使喘气嘅。人呢？人啊，係啊，见到好 easy。马应该都冇乜喘气。马都冇乜点喘喎。系啊，好精神就见到佢，仲喺度玩緊 bit 添。亦都恭喜马主郑应贤先生，金鹿嘅马主第二 win 啊！咪见到练马师容天鹏都好开心啦，大家影幅大合照，跟住就过榜啦，潘顿。上季就六月赢嘅，今季嚟讲就早咗啦，跑七次，而家今场跑八次，两 win 一个第三。奖金都攞咗四，系一次跑得差啫，跑第十嗰次啦，系上季千四吓，初出嗰场，唔系二月啊，讲紧今年季初出嗰场，偏班嘅，都系只系输三个马位啫，仲要初出跑千四，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喺嗰场里边。见到练马师就同个马主大家笑笑口拍一拍，好开心，相当多谢。多谢你训练到，又多谢你支持啊！系啦，互相祝贺。如果金鹿以今日呢只马嗰个姿态，仲头鼠前都仲可以再跑上三班，上三班就冇乜难度噶啦，都咩个轻磅啦，可以上三班就睇下今场加几多分啦，金鹿八至十分都冇乜走咯。佢咁样赢甩都真系应该加分幅度都唔会太低。好，再睇下佢表演赛呢场啊，排一个五档，起步几 sharp 啊，轻轻呃几下都已经惊危放。嗱，今日啊，心花怒放嘅时间咧，头段嗰啲时间都唔系太快噶啦，都揿得好靓。不过嗰只精英烈马喺集箱里面已经周身喐嘅，仲系咁，都系慢嘅。啊，佢已经加咗个压箍噶啦，其实已经。今日翻嚟嗰个名次几多啦？我又冇乜留意，而家走紧入边，咁开边啦。开边就系嗰啲啊格仔啦，蓝白格仔咧就系嗰啲赤壁武士啦。另外再喺佢开边嗰匹咧就系星威威，咁当然入到直路都散噶啦。反而咧喺赤壁武士前边嗰匹嘅笑眼光，可以睇下佢走势啦。骑落去我轻轻瞄一瞄佢，及一及佢啦，佢骑落去都好似有少少有噶，撇一撇，闪一闪，系啦，闪出啊，系啊，闪一闪，咁啊唔敢骑住啦。不过但系佢又唔系输得好远嘅啫噃。一边测试下佢先，也不算反应有少少。咁啊，精演烈马啦，今次唔系大巴威啦，嗱，尾四啦嘛，系咪啊？
都有少少，诶，近翻个马群啊，可以近翻好啲咯，系啊。复榜完毕，排彩作实。维持一搭二派67蚊，一搭十二派50蚊，二搭十二派91蚊，四连环派992蚊。同埋孖宝啦。